洗手工、香囊教程，所用到的基础节之前都有发过慢动作的视频教程，不太了解的可以往回翻看一下。开始编织，25厘米一找到中心点，固定在工作台上。25厘米一同样的找到中心点，固定在工作台上，然后就有了两条轴线了。25厘米一做绕线，找到中心点，以斜卷结的方式挂线，绕线围着轴线绕两次，就是一个斜卷结。条轴线也编上斜卷结，按同样的方法再挂25厘米7。好线之后，我们转一下方向，找到中间的两条线做轴线。25厘米3同样的也是找到中心点，以斜卷结的方式挂线。之后再转一下方向，把另一端转过来。同样的也是找到中间的两条线做轴线，25厘米3找到中心点，以斜卷结的方式挂线。Thank you.
线都灌好之后，把包括轴线中间八条线为一组，左一做绕线，左二做轴线，边右斜卷结。再边左斜卷，左三做绕线，左四做轴线，边右斜卷结。然后两条线边左斜卷结。再换相邻的线做绕线，编两个雀头结。继续编右边的方法是一样的。右一做轴线，右二做绕线，先编左斜卷结，再编右斜卷结。右三做绕线，右四做轴线，编右斜卷结，然后两条轴线编右斜卷结。再换相邻的线做绕线，编两个雀头结。编好之后，左右两边的轴线编反斜卷结合并。其他的三个角也是按照同样的编法，四个角都编好后转一下方向，找出正中间的四条线，右二做轴线，左一至二做绕线，依次编右斜卷结。再编个左斜卷结。右一做绕线，右二做轴线，编左斜卷结。编右斜卷结，编好了，其他的三个也是按这样编。
在编一面，问完待续。